也别学 W 就行，学了 W 也别主动调节。才能活得更久。就现在好累啊，推的推不干净啊，我努力吧，对吧，就是说努力把这个线推干净。第二个硬盘太要节奏了，哇兄弟快来，不然他弄我。
多一点吧，只说小说一点。哎，老子 W 焦急了，跟你搞什么拉扯，他就摁着头皮，他就走过来。那我怎么？那我确实我的。我的幸存是有目的的。没必要。还有闪的我是知道的，所以说没必要。我只看到落的稍有不慎，就是生死之别。哇，怎么这么肉啊？刚对我有危险威胁啊，血鬼有闪吗？
OK， 放弃抵抗了，推。没闪的，吸血鬼没闪的话，对我压力就没那么大。他有闪现的话，要防着防着点；没闪现的话，只能说没那么害怕。但我进化掉了，这雷欧娜好像是有闪现的，稍微把位置放后面。12.7，哎，钻一了。